大哥，妹儿，大哥呢？怕你无聊，给你带了几个画本，解解闷儿。嗯啊，一本，两本，三本。谢谢大哥。别着急谢我，其实呢，这些画本啊，都不是我抄的。嗯。妹儿啊，男人嘛，好面儿，你给个台阶儿，他不立马就滚下来了？要不你也送个香囊？上元节送夫君什么礼物好？只要9.9元，香囊包邮送到家。嗯，嘿。谁要给他送香囊？切，切，走了。嗯。小姐，嗯，猜猜是什么？鲜花饼。哎呦，我的小姐，你这脑子要是用在和离上，我们早就被休弃了。四丫头，你家小姐被休了，你有什么好处吗？嗯，你，夫君。给我的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小气鬼！你不是已经有了吗？那不一样。二选一。穿过。谢谢夫君。甜吗？嗯，夫君你尝尝。嗯，很甜。你哥，